3月30日，黄秋生出席电影《叶问：终极一战》的谢票活动，新片上映，票房暴跌，黄秋生大感开心。一向鲜少露笑的黄秋生谈及儿子时笑容满面，还透露将和家人包场观看新片。问及儿子对他新片的评价，黄秋生直言儿子很酷，只表示还行，不过自己已经很满足了。他怎么哭了？他们看完之后问他们说，还行，你想，哦，没有了，还行。哥哥张国荣逝世10周年，黄秋生谈及哥哥，直言他非常好，很有礼貌。不过对于传言张国荣之后香港不会出现第二个这样的大明星，说话一向犀利的黄秋生立即表示不赞同。以前在某一些场合碰到他，他都很好的，很有礼貌的跟我打招呼，然后说，哎呀，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合作，这样，那是最后的印象。有人話香港唔會再出現第二個張國榮，即係呢種巨星咧。啊，說不準，說不準，說不準。啊，李小龍之後不出現了一個成龍嘛？